嗨，在听我说话的你们好。今天我会站出来讲这一番话，是我希望把好的心绪带给大家。人性本善，没有人生出来想做坏人，但是因为环境的关系，人事物的不同，沾上了毒品，造成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，和毒品染上了关系，但是那并不是一个绝望的事情。沾上毒品就好像生病了，那生病了就需要一个名医，找到名医来为我们医治好我们的病。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啦，第一次走进戒毒所，但是我很幸运的来到 Solace， 也怎么说呢？他让我认识了自己，知道了自己，他教会了我很多外面所学不到的东西，让我在毒品的跌倒下和相同的理由下，我又再站回起来。所以我很感谢 Solace 让我有今天，然后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回馈于 Solace 给我的这一切。然后人生本来就是很简单，人生的生活目标本来就是很简单，是我们在毒品下把它复杂化了。所以接下来我的日子就是会追求着简单的三个目标，幸福、快乐、开心的活好每一天。谢谢。